在首发出战。主裁判张雷吹响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。这里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转播。中超联赛第三轮的一场广东德比战，由广州队对上深圳队。郑智成为了队史出场第三人，80年出生的一名老国脚。看看这一次，巴拉特传出来，再给凯恩斯这个机会，没有切进来。拉里甘吉位置站得非常好。再来看啊，这是刚才那个球，巴拉特塞得非常好啊，这下塞的二打一，好。老边路给他们的机会，再传阿兰，调整一下左脚，外围再来一球。来自应该是廖李生的射门，这球打飞了。其实阿兰并不是有意识传的这个球，但是右脚踢左脚了。对，就是后腰这个位置应该早点上来接一个，可能射门的机会会更好一点。没错。看看廖李生开起来，打到后点，好，这个机会，头球冲顶。光志腾出来，再来一个射门，这个球打飞了。啊，应该是被门将张路扑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。郑智第一下头球顶，卡尔德克解围没踢远，郑智右脚凌空再打，没有打上力量。可以说这个角球发的，这个定位球发的还是非常成功的。嗯，啊，郑智这个人没有人盯，掉门了。郑智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再来看一下郑智的射门，右脚打张路，还真是稍微摸了一点，高了一点点。坎德瓦罗非常激动，廖李生一下没往边路打，再次边路，郝准业。换到右脚，再起来，后点不错，后点机会进了，1-0，比赛第20分钟，格拉特将球顶进，广州队在主场取得一球领先。来自左后卫高准翼在右侧，在左侧内切之后的右脚传中打到后点，镜头在埃克森啊，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，你看，等于整个摆错了，看到没有？传到后点都没问题啊，对，哎，好像已经进了。看看赛后的技术统计吧，现在也很难界定，应该算是阿尔克森进的。嗯，这样的话比分变成1-0。哎，球已经发出来了，后点危险，凌空射门打丝了，还有机会，再来一脚。加德蒙特左脚外脚被撩射，球打飞了。其实比赛还是很好看的，对，双方都有射门机会。李元一。分边路，中路三点落位，与卡尔德克这个位置，李江起球，中路这个落点头球，来的卡尔德克，球顶偏了，但这个反击呢，最终还算是打成了。对，所以一定注意中路这个卡尔德克这个头球。他其实退给姜志鹏也可以啊，姜志鹏就是直接下去，看看一下这球，阿兰禁区里边。左脚扣一下，好的，再搓打到原点，高了一点点，高了一点点。他这个想法还是有的，但是后点区域没人呐。这下扣的非常啊，非常隐蔽。突然打了一脚长传，应该有越位的嫌疑。但是这一下和普拉利甘基对抗之后，非常漂亮，扣的非常好。适应他这个，哎，这个球丢了，巴卡索给右侧传得太深了，但是中卫不敢补塞。金鹏，金鹏有速度，看个人能力能不能过他。金鹏一对一调整角度，左脚再给卡尔德克，这儿调整一下右脚射门，慢了，也被铲掉外围，再来一脚，漂亮，来自刘殿座，单掌把球拖出底线，瓦卡索的爆杆射门，这脚球打得势大力沉，但是角度并不是特别刁，打在中路了，哇，刘殿座这反应够快的。邓汉文再给边路，米浩伦的上墙，好球。瓦卡索再打，好的，好，阿金鹏先接一下，送给米浩伦，米浩伦中路两点包抄，左脚传起来，前点卡尔德克左脚射门，差一点打呲了，好，好的，左侧高准翼上来，上来跟同伴二打一，好球，好球，格拉特能不能传出来？埃克森到禁区里边，再传后点，球进了，57分钟，阴差阳错，埃克森往后点传球，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上。这个球呢，张路已经提前预判，准备去封他的传球线路，但是被自家后卫挡进了球门，这应该是一个乌龙球。高准一给，这样后脚跟一磕，磕得非常好啊、这是谁呀？哦，这是袁敏成。袁敏成也没办法，他这个球呢必须站在这儿，对吧？哎呦，这球还打手了，对吧？不进的话也是点球。对，这个球也不怨守门员啊，没办法，都没办法啊。袁敏成，你说他防守犯了什么错误吗？也没有。卡尔德克蹭下来还有机会，点球，蒙背身护住，右侧有空当，
再给回来，李元一调整一下，来一个远射，这个球擦着远端立柱出了底线。李元一的远射还是相当靠谱的，确实打的质量比较高啊。阿兰原地转身了，哎，你看带球这几步还是非常快，这就危险了。好的，高兰特，哎，等一下，右边路库打好球，看看能不能传好，再往中路切，调整一下，再给回来，高兰特，外脚边的挑传，哎，挑，后点还有机会，凌空打门，哇，来自廖立生，这球也是比较意外，到了廖立生的身前，一个凌空的扫射。其实这个球，哎，亮点在于高拉特这往前挑了一下啊，可能大家都没想到，对于给廖立生的一搓，给体能会有下降。好球，打一个长的，球。哎呦，张远这小心，阿兰抢下来了，这是个机会。面对门将和三个后卫，阿兰调整往禁区里边带，再来一脚射门，要到角球。好，郜林要上场了，郜林要上场了。郜林重回天河之后。现场在播报郜林登场的同时，也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。整治往左侧转，这个绕前防守很漂亮，传的非常关键。看看金德罗，脚下非常灵活，左脚来一脚射门，打在中路。其实这种可以多尝试啊，但是现在时间比较短了，他如果早点上的话，早在中路这么打，其实这个广州队的防守还是压力很大的。为了卡尔德克的一个进攻犯规，那这样的话，本场比赛没有悬念了。主裁判张雷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这场比赛最终广州队2-0在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击败了深圳队，赢下了一场广东的德比战。